啊，你跟菜菜说拜拜。等等，耶、yeah. ，嘿，小乖乖，小乖乖，我们去上学了。哎，三三两三，爸爸来，来，哇，拜拜，拜拜，啊，拜拜，哎，我挂了。进去。哎，那你我们来偷看猪肉了，乖乖猪肉了，拜拜，乖，拜拜。他都没有看见我。是啊，就随便抱一下。过个茶，同学肯定是在吃早餐。对啊，还在八卦。嗯。小朋友。哦，他跟哭那个小朋友拜拜呀、啊。Hello， 文仔。文仔。Hello。他昨天出来也叫妈妈，他今天都比较兴奋。来，谢谢。这个是什么？他请假的那个。好好好好好，全校都是我的财务条。拜拜，他今天喝奶喝的比较多哦，因为热嘛，啊、是吧？喝完了，哦、每一罐都喝完了、哦哦。好好好，我想问一下，暑期班是一模一样的吧？跟正常上课？时间是一样的，但是每天他有一节英语课，还有一节蒙氏、哦，就是都是你们上课是吧？不一定，应该是。哦，还不知道。对，哦，他会值轮流。哦，好好，行，因为我们也是要休息一下、哦，但是我们休息的时间不长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就问一下，我就问一下，没事。谢谢，拜拜，拜拜，很开心的今天，拜拜，很开心哦，你，拜拜，拜拜，哎，爸爸妈妈来接了，来，接到了，看见吧，怎么样？爸爸呀，你看看这个是什么？你看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？谢谢尊师对吗？咦，你什么？什么都走吧，我看看这个。哦，没关系的，那些只是掉落的果实。这个是什么？鸡。哦，鸡呀、啊。哦，没关系的，明天会有鸡。你这样可以吗？挖掘机，哦，挖掘机啊，鸡，哦，怎么挖的？挖啊，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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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老师只休息一个礼拜，乐宝，哦，乐宝好像也只是休息一个礼拜，不是，他意思就是暑假班是轮流上，球球，啊。谢谢。哦，乐宝也只是休息一个。那乐宝就会有很多其他同学了。对啊，他会认识很多其他人。球球，那不是一个很大的班吗？球球。啊。球球。嗯。球球。对。嗯。球球。最近难题来了，乐宝，你教教自己踩的，你说它脏脏。脏脏。那你擦擦，脏脏的你自己擦擦。擦擦，边擦擦。啊，擦擦。干净了吗？哦，你自己踩的了吧？哦，那你擦不了，下次再擦吧。现在要牵手坐车哦，知道知道，牵手，哦，牵手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坐完一程车，妈妈的肩颈病都要犯了。哦，怎么了？亲亲你好不好？没事，已经牵着手说了，妈妈给你力量了。妈妈给你力量了，不会是要你擦干净吧？有没有肥一点？有。我养的是不是很好？
你刚才说什么了吧？是张张要换衣服吗？他说妈妈弄的衣服，对不对？那个衣服是不是妈妈弄湿的？啊，又不是啊。爸爸帮你弄，你拿给，你拿过来给爸爸。爸爸是变电站，你过来吧。还有一颗，你把那一盒再给我。哦，他又听得懂我讲话。他听得懂了，现在。你拿过来吧，全部都拿过来。两颗不够，要三颗。你看看，这里只有两颗，还差一个。还有一个，你去拿。再拿一个过来。哦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啊，爸爸帮你擦。哦，妈妈擦啊。妈妈擦吗？很有要求。爸爸。啊。爸。一个人办一样事情是吧？好，这件事情爸爸可以搞得定。你拿好不好？你看，应该好，有了，有电了的吧？有电了。这个给爸爸放起来，这电池危险。乐文，你给我吧，爸爸给你玩玩这个车车。你要不要拿去姐姐那里玩？电池啊，转化好了已经。他真的50化60变的千玺千来是姐姐想姐姐了。今天不要。啊，可以玩，你看看。我的顶啊！可能呢个。不太塞了，再加上头天的水。那，今天，佢做得好干净噶。你要吹多一点哦，你打。哎呀，周周，闻一下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。汤臭是不是？哎呀！